这个需要给我看一下。哎呦，用镜头，好的好的。这两个包你拿回去给他看一下。你好，你过来这边坐。你好，这两个包我能用这个买吗？啊，可以，这一个大金条，可以没问题。来，那我给你看一下啊。现在价格是385一颗给你收。啊。学长，这个价格给他看好了是吧？385000，这个金条，你自己的还是？这个是我家里的，我爸爸的。哦，你爸爸的。对对对。你爸爸的，他怎么自己不过来买？这是我送我朋友的，我从家里要的，这你不用管，没事儿，你放心。玩儿零嘛，我给他们买了花，然后没给他们买礼物，都生气了。所以说想给他们买两个包补偿一下嘛。一下子买两个。啊，对。那你这个卖掉，你爸知道吧？这我爸不知道，但你放心，这我爸就我一个儿子，他那个宝贵箱里还有好多个呢。你今年多大？我今年19。19，那不行，年纪太小了。这个要卖的话，得你爸过来才行。这都给你了，你怎么还不要呢？这种你爸的东西必须你爸本人过来，年纪这么小，你拿出来你爸的东西来买，怎么能行？不行啊！这个包里 你做生意吗？还是啊？真不行，这个必须得你爸本人过来，好不好？这个我这边不能收，不要。学长，包拿过去吧。好。